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3月20号的《观天下新闻》，我是李一凡。两年一度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将要在3月30号开始为期3天的比赛了。这场运动会呢是继92年全国运动会以来，新北市再度进行的全国性的运动赛事。在20号这一天上午的赛前记者会当中，副市长许志坚他也再次强调，新北市欢迎全国民众前来观赏比赛，为选手们来加油打气。记者会的开场由三峡国中同学远古舞蹈，再加上现场的布置，仿佛来到了原住民部落。副市长许志坚表示，两年一次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不只是原住民朋友重要的盛会，这场运动会也是全国性赛会中最具特色与文化意涵。那我们非常欢迎了20个县市啊，20个县市超过5000个选手跟这个教练们呢，在3月30号、31号跟4月1号，要莅临我们新北市，在我们18个这个场域里面呢，有15项的这个比赛。为了让民众近距离体验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，大会规划举办原住民族特色推广活动，活动规划三大项目都在新庄的体育阳光草坪举行，希望能透过记忆体验、美食分享以及音乐赏析等方式推广原住民族的文化，让大家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精神与内涵。在这个比赛的期间，有这样子服饰的，就是到我们新北市来的前两县市的这个贵客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到我们现场。那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秘密呢，这个主持人刚刚没有讲，但是呢，我要透露一下，我们还有个代言人，运动会筹备处指出，这次共有来自全国20个县市近5000名原住民族的运动好手齐聚新北市18个竞赛会场，目标一致，发挥运动家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来角逐冠军。10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就在新北市。记者冯强，市府长报道。